列举榜单。2021年5月15号，星期四的小米感应水龙节水器，你那写成火了吧？节火器吧？节水，你没看到两个点吗？然后还一个点，一个撇。这是比较像火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为什么又是小孩子？你好，大家，我是玲玲，我是玲。那我们今天要拍的是小米感应节电器，不是节水器。3、2、1。叫你妹妹暴力姐姐。399，香品买的。我现在是什么了哈？直接跑出来哎！是谁偷的那一个？是水龙头出来的那一个口，这里面虾尾怎么这么松啊？那一个，就是这一个。等一下，有一个装置哎，是这个，这是虾尾。好，那这个是取代我们家的那个，随他去。问他取是什么？就你每次啊。哦，要自己按的那种。什么弯踏什么的，好，那这是取代那个，原本是要自己按，现在它是自动，好，对，自动就是自动，别管它，把它折开，让电线自己掉出来，这应该是充电线，我知道怎么折了，我怎么。充电3小时可以，可以那个6个月，八五，取分8秒，像接水小体积，长续航，高灵敏，哦，我看得懂，小体积，强接水，长续航，高灵敏点，三啊。这有个棒哎！有了，装进去了。爸爸，我们装进去了。是啊，我等一下还要再装啊。好，那我们去装吧。我们去装吧。对，去装吧。去装吧。去吧。对，去吧。就是你去。哎，你才去嘞！你才去。去吧。去吧。去吧，玲玲。去装吧，去装吧，玲玲。我的好朋友，去吧，玲玲。我的好朋友，去吧，玲玲。玲玲。小米节水器，旧的外套取水龙头，不够，先在我们的洗手快快手，只能假装洗一下了，可是真的照真的是不够，等一下卡住。这是用的方法，好，目前的方法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，好，那这是抓那个节水器的状况，你只要伸出去，对，就可以，它分两种方式呢，这里有感应器，一个在这里，
这是手动的。你按一次，它就会一直冲，冲三分钟。但是你弄过，再按一下，它就会马上停止。再来是下面的部分，下面的部分你要伸过来，伸回去，伸过来。我这下面比较好笑。放着。好，感谢我们片子订阅，我们早上六点都是什么票，下次见，拜。过了不久，爸爸又买了两个，要装在厕所。因为呢，用的旧的那个 One Touch 的呢，我们把那个天花板的减压阀打开以后呢，都不能用了。那个水压不够大，没办法用那旧款。后来又去买了两个这个小米的来用啊，装在哪里？装在厕所一号和厕所二号。好 ，OK。厕所一。简称外面、里面。因为后来发现说明书上说，这边有的距离要大于 1.5 公分才可以用，所以买的这一个呢，它会从旁边这边渗黑色圈圈这边没办法锁紧，渗水出来。所以我去买一个6分的那个防水垫，要放在上面，让上面去把那个水龙头这边密合。看能不能水就不会漏出来，就能用那个。上面没有漏水，漂亮。然后这边也没有。OK， 这是装上去以后的情形，就是这边它不靠这个防水垫来防水，它靠刚才买原来的6分的那个比较大一点防水垫，靠上面去防水。所以水就不会渗下来，目前看起来水都没渗，而且试验一下。OK， 然后呢，之前 我女儿说会有忽然间自己开的情况呢，就是因为你把它转成这样子，可以看到这个水呢，它往这有一个水滴，它。没有，这水滴会造成那个雾态，它会往这个斜度流下去，所以把它转成这个方向，转成这个方向以后呢，它的水就不会往这个感应器这边流，所以可能要往用这个，所以角度要调整一下，不要让它这样子斜下去，它会去弄到感应器，不然就是。放横的，或是这边比较感应，或是让感应器在这边比较高的地方，水滴就是往这边下去，然后直接就过来。妈妈收工，可以了。